来了兄弟姐妹们啊，本来带个铁锹到海边去挖海葵的，结果看到一个大绿背，咱们把它挖出来啊。有的朋友一进来给你点亮一个红心，因为他知道点红心活跃自己的账号，有的朋友怎么要也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，加个关注，带你们每天抓海鲜玩了。哎，像不像一个大芭蕉扇呀？钓鱼摸虾看似简单啊，要是在深水里那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啊。非专业人士那还真是抓不着啊。我在这儿看了半天大哥才抓了那么劲啊。但是只要有收获啊，渔民的心里也是高兴的。有的朋友啊，看见有这么多的收获了啊，心情也是高兴，反手就一个双击。有的朋友加了一个，不会吧，捞爬一出手啊，捞一捞就知道有没有啊。今天来到退潮的沙滩啊，随便这么捞上去了啊。哎呀妈，妈一个破铁锅呀、啊，是哪个年代的吗？是个老古董了，嘿，咱们再继续捞一捞，哎，中国版的小帝王蟹，哎，回来，抢我的帝王蟹，给我回来！来吧，兄弟们，每天吃饱后以后啊，我都没事干，喜欢在海滩上溜达溜达。这不嘛，发现了一个盘古精铁啊，买的饺子醋都扔了，来，这快点挖行不行啊？老铁们都发现是作假呢。这不是盘古精铁啊，老铁们，这是我放的生蚝。来，老铁们，今天咱们给大龙虾放个尿啊！咱家老铁别说我残忍，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。天天跟你们要双击，你们也不给，今天我不要了，用这一只大龙虾给你们换一个双击，你们换不换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败家娘们儿，你家有矿呀？我家没矿，我家有海鲜。